不得不听啊，啊，哎，啊，这个怎样？这盖了我就听啊，哎，我就给开关机了，啊，哎，你嘛谁？你老婆起码谁也是准的，我是讲哦，你要听那戏哦，那片子更加是音哦，平时会叫大家来哦，结果那还是清醒的，你讲你也听了，到爬了还清醒清醒的，我好在，哎，天师修得共枕眠啊，那都不正位啊。他不做会很难清醒的，好，所以这个已经大多人认为，啊，所以我是马上答的哦，哎，一点有这点啊，爱喝喝啊啥，经营那些，啊，酒够不喝也较歹，先比较好点的，哦，但是，啊，所以咱不管贵几钱啦，所给的就方便，咱都嘛爱讲，啊，咱变成咱经营咱叫咱叫啥，是经营啥先赢。好，安尼咧就是我话啦，吼，好。啊，今仔我准备咧是规定是无会条件，哦，这袂捌听过啦，吼。啊，因为吼，当时人家说什么，五个哦，水到五个，五得利吼，包到五得利，啊，无人家咧讲话，对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咧，这个就是规定无条件，吼。啊，我请教一下吼，杜姐姐，哎，其他的喜欢他爱来修的嘛，的修的标准，为什么？哎。那时啊，咱太爱变歹时啊，啊，大家去佚佗，啊，咱就当去佚佗，咱就来有条件，为什么？是嘛？一定要目标嘛，当时嘞，各位姐姐，来可以姐，咱的目标是没有在，没有，哎，条件嘛，对啦，最高的目标是在回天呐，天，当时，直接把那边等你啦，其他的留那边等你，因为这些小哥还是小哥多呀。咱过来一个是使用流水人家来的呀，咱也是临时临时啊，咱过来使用，代表我们呐，都有咱每天标记，迄就是咱最大的目标，是安尼，这目标爱做平台哦，你讲我像我安尼现在我都等你，迄等你红啥物鲜的，红啥物好的，红啥物鲜的，都嘛是。啊，我还是刚断水啦，还冻得足大呀，当时我来讲哦，是安尼哦，我讲是袂紧啦哦，咱袂紧哦，有人讲啦，安尼对个，这人讲啦，这叫做天位啊，这叫地位啊，这叫地位啊，叫做天地二三才啊，这句话叫做天卦啦，顺从自然，知道哦，等下是讲一个新的新，第一道哦，打起来你来啊，第二道就是这人才，第三道就是江苏，第四道咧就是李阿姨，第五道就是刁万叔，第六道就是陈经理，了解无？所以讲老代表就讲，拢是同款的，但是咱要达到水准之内，你是经理，伊嘛会当有规定标志，依规矩啥，是要实行。要不然说，你修到位了，买单，赶快弄回去标记。你是教书啦，你是人才啦，你是新德行啦，大家都在学习，大家赶快弄在那里面。哎，够钱的，所以万一你落了，大家都蛮清楚的呀。所以呢，你讲啊，我是新的人才呢，啊，我忙不起呢，我就老啊，老啊啥，困顶被困困不起来，困说说不起来，而且呢，这就拉去啊，你。想要死都无勇气啊！啊，有钱咱继续挂落去啊！我感觉，好啦，好无？你真正吼，吃人都无落去，因为我无咧是老话伊。其实啊，你去那边吼，去菜市场啥吼，听一道样吼，来听新闻，那我听到这是做啥？对啦，你家己菜市来去听啥啦吼？所以吼，都前面，这结果来讲，不管你是啥物职位的，大家拢会当登记。为啥？底部为中，动力是中部一样，那回流它不能底部。所以你跟突然做出来是一些分别的。那这里头，今天要登记，只要条件啊。你说我今天用的啊，我宝贝请客，我宝贝平安顺利，我宝贝这喝水，我宝贝三七平民，那我要登记，这奖品没有，我看起来。那是讲，你今仔日要达到啥物目标？你
Oh.
啊，对嘛，我奇怪，啊，时间到，啊，无啦，我妈妈打我呀，哦，啊，伊切开啊，哦，甲平嘞，切开好食，我无代志啊，安尼搞起啦。哎，过些年，那以前听讲过。被标签给填的是礼拜五，好高兴嘞。啊，标签拢卡，被被标签无填啊。哦，啊，对妈妈唔知安尼啊，我有啥奇怪？啊，给被标签卡，再无人接。哎，哎，妈妈有一点不客气，有点喜欢。他们回家哦，啊，就冻。哎，啊，冻起来哦，妈有要紧无？啊，买死鬼的人，我叫哦，妈有空气上面病无？哦，啊啦，妈有要紧无？哦，还是都喜欢都客话，都喜欢都客话，你们懂不懂？你这样子浪费时间对啦。哎，哎，啊，小公啊，我一定死，啊，别安怎？我是要来去找伊，吼，要来厨师傅，我是要叫我来对啦，我是要去嘛，为咩拢来不及？哦，这家店吼，那家店卡电话，伊北京哦是有一个亲戚个啦，就讲拜托拜托，你去帮我叫，比较好无？是啊，那吼，哎，个长店个电话哦，头尾拢电话袂到啦，哦，是唔管是哪一个，唔管是车啦，安尼对啦，哦，迄个亲戚套餐个电话，好，啊，就无当当去找个囡仔。哎，阿勇哥，我身边人啊，感觉感觉你妈妈哦，嘴里规面拢无去，哦，啊，你手机啊，有咩情况，我阿妈妈甲接电话对啦。啊，你囡仔讲，唔是我去买货，手机啊无电啊，哦，啊无电了，安怎安怎？哎，阿伊妈妈就关注呾，规日拢看。哦，阿讲感觉不管啦，你甲打电话，你妈妈不平安。哎，我所以赶紧打电话给你。哎，我妈妈，我讲你啊，我都平安的啦。咱吼不是无必要接电话，是无电啦。哎，搁一个，无电才简单。啊，上到一定发生车祸啊，上到一定死啊，上到变啊死死啊，哦，真够老命的。哎，所以搁一个，以后咱就认定代志啊，你若讲啊，你无电啦，无电啊，你啊卡卡电话，你头先啊，你左边啊，你无接哦，啊，你无电啦，无电啊，你啊卡死啊，死啊，你都听无了，哦，好。所以哦，师尊老人家讲到，修德修心啊，万德精心啊，这个心的心量啊，有这个心中心的心量，就是你的起心动念。所以起心动念对，你想讲发端出去，这个起心动念对，阿弥陀佛动起啦，阿弥陀佛叫声啦，阿弥就是叫心德。哦，所以心德是个修养堂呢，你个心善呢。啊，我靠，表现出来的是你的脾气啦、毛病啦、哦、坏事情啦、下面人会扯人、会刁人，拢啊，解解。哎，这就是个心得啦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这我聊聊是啥？啊，啊，就讲今天吼，我拢习惯来讲一个故事，啊，这故事只要几块钱啦。好，好，啊，我来讲一下。先，先，不能先。